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先来关注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号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方如何看待上合组织发展以及对本次峰会有何期待的时候表示，中方将上合组织作为外交优先方向，愿同其他成员国一道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上合组织成立以来，始终遵循上海精神，持续巩固成员国睦邻友好与政治互信，深入推进各领域合作，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显著增多，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期待上合组织在维护地区安全、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做出更大贡献。中方作为创始成员国，始终将上合组织作为外交优先方向，愿同其他成员国一道，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携手开创亚欧大陆的美好未来。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发表重要讲话，并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就上合组织发展作出规划。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上合组织必将取得更大发展，助力地区国家的发展繁荣。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30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将于7月4号到7号访问日本，期间将会视察福岛第一核电站。日本当局计划在今年的夏天把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水排放到大海。林方正30号称，格罗西到访的首日，林方正将主持会议，和格罗西共进午餐，希望广泛交换意见，就核污水排海等内容进行交流。他说，日本高度重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努力，希望深化日本和机构的关系，并强调日本不会干预这一机构有关日本核污水排海的评估报告。格罗西预计还将会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人们有理由质疑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报告结论是否公正客观，敦促日方正视国际的内容关切，停止强推排海计划，希望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要为日方排海方案背书。韩国民众是连日举行反对日本排放核污水的集会，要求日本立刻终止排放计划，并且明确具体公开有关放射性物质的信息。一些韩国市民团体30日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举行集会，强烈要求日本终止排放核污水，说这并不是韩国的反日问题，而是危害全世界的严重问题，世界各国需要联合应对。与会者说，日本主张通过多核素基础设备净化，用海水稀释，核污染水便没有问题。但如果真的没问题，日方便应该公开有关放射性物质总量以及种类的具体信息。방류될예정인이제133만톤의오염수에는어떠한물질들이제대로담겨있는지에대한내용을제대로도쿄전을규명하지않고있고이상황에서가장권위있는기관인 IAEA 에서도아무문제없다라는이야기만반복하고있습니다그래서적어도이내용들을분명하게알리는것이1차적인목표이고与会者认为，核污染水直接关系到日本环太平洋地区居民以及海洋生物健康，日本政府应寻找别的方法，例如在陆地上保管核污染水，并应该尊重禁止突入放射性废弃物以及物质的国际条约。有与会者说，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可能会直接、间接、长时间对人们生活产生负面影响。하지만1차적으로일본의동해안쪽을오염시키게되겠죠그리고그게50여 년도계속된다그러면그농도가계속집중될것입니다그런것이해양물해양수산물에영향을미칠것이고그게한국의식탁에일단오르게될것이고요몇년이지나면이게태평양을전부돌아갔고한국에도돌아오게되겠죠그래서살짝직간접적으로영향을미칠거라고예상됩니다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对于有报道指美国和荷兰企图进一步限制对华销售芯片制造设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号表示，中方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以各种借口拉拢胁迫其他国家对华搞科技封锁。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以各种借口拉拢胁迫其他国家对华搞科技封锁，以行政手段干预企业之间的正常经贸往来，严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冲击全球产供链的稳定，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
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王超牵头组织中方团队，和美国时代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格林伯格牵头的美方团队，29号晚以视频方式举办中美前政府官员和工商界人士对话第二次会议。王超在致辞中表示，让中美关系尽快稳定下来、好起来，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今年初以来，中美关系发展偏离了预定轨道，不断遭受冲击，经历各种波折。举行对话就是要为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中美关系止跌企稳，行稳致远，关键是双方要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中国尊重美国的利益，不会去挑战和替代美国。同样，美国也要尊重中国，不要损害中国的正当权益。坦率地讲，美方此前提出的不管是三分法、三点论还是去风险化，本质都是对抗性的。大国竞争不符合时代潮流，也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问题和世界面临的挑战。已经98岁高龄、曾获中国改革友谊奖章的格林伯格当天表示，中美关系仍在不断的恶化，两国都担心这样的恶劣趋势会延续下去，所以必须要坚定意志，推动双边关系取得进展。两国之间的对话和相互理解对于推动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乌克兰的副总理维列修克对媒体表示，目前登记在册的国内流离失所者有480万，但乌克兰境内实际上流离失所的总人数是700万。乌克兰政府制定了到2025年针对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国家政策战略，并且确定了帮助他们融入社会的工作方向。乌克兰政府制定的到2025年国内流离失所人口国家政策战略，它包括所有步骤，从人们决定撤离到重新返回定居地，或者决定留居新的定居地，国家都给予不同的政策扶持。Також є два основних напрямки, які ця стратегія визначає щодо адаптації і головне інтеграції наших внутрішньопереміщених осіб. Перший – це житло. Людина має мати де жити, вона не може жити в місцях компактного проживання довго. І другий – це робота.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щоб люди мали роботу, були зайняті, були соціалізовані. Україна 政府扶持失业民众自主创业，已发放了超过6000笔创业扶持基金，总额超过12亿格里夫纳。该计划实施6个月后，截止4月1日，已创造3000多个就业岗位，交纳了7100多万税款。Великий проект Міністерства економіки є робота, і один із компонентів – це власна справа, яка реалізується через Державну службу зайнятості. Це надання мікрогрантів в розмірі до 250 тисяч гривень на 3 роки. Основною умовою для підприємця, який бере такий грант, чи для людини, яка буде становитись підприємцем, це сплата податків і створення робочих місць. Тобто впродовж півроку ви маєте створити 2 робочі місця, робочих місця і працювати 3 роки, сплачувати податки. Якщо ви за 3 роки сплатили податків на суму гранту, нічого державі не повертає. Україна 政府为了解决国内流离失所者就业问题，推出多种商业扶持计划，还包括鼓励雇用境内流离失所者的雇主，给予企业补偿等措施。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30号表示，乌克兰将从世界银行获得15亿美元，用于支持当地重建和经济复苏。什梅加尔在推特发贴文表示，世界银行的15亿美元将由日本政府提供担保，用于支持乌克兰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保证战争下民众的需求。他感谢世界银行和日本政府能够迅速做出这个决定。就在前一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刚审查过乌克兰的贷款计划后，同意向基辅政府紧急提供大约8.9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在战争下，2022年乌克兰经济萎缩1/3，其预算赤字也在不断的上升。乌克兰目前依靠盟友的财政援助来弥补赤字。基辅政府希望今年经济能够出现一定程度的复苏。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温州舰、马鞍山舰、怀化舰、德阳舰组成的编队赴东海某海域展开实兵实弹训练，检验编队协同作战水平。
编队刚刚抵达训练海区，就接到敌情通报，一场复杂海况下的联合反潜作战随即展开。官兵们仔细辨别声呐回波，确定打击目标位置后，发射多枚火箭弹，成功打击敌潜艇。之后，编队接到消灭敌暗防兵力的任务，编队高速机动，占领射击阵位后，以主炮对敌阵地进行多波次打击。火箭指，右旋翻译弗雷。火力重创敌阵地后，编队突遭弗雷险情，德阳舰副炮兵快速反应，果断射击，成功消除弗雷险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通过两笔单独交易，向台湾出售弹药和提供后勤保障支持，价值高达4.4亿美元。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号表示，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军事联系和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局势紧张因素，停止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台湾财经部门公布五月经济灯号，那依然是代表景气不振的蓝灯，这已经是连续第七个蓝灯了，显示台湾经济成长动能仍然偏低。不过财经官员预估，随着全球经济需求在下半年回温，台湾的经济最慢在第四季度有机会回升。台湾经济主要依赖出口，但是今年第一季的年成长率却衰退了近20%，创下近14年来最差纪录。财经部门公布了最新景气灯号，五月依然是代表低迷蓝灯，而这已经是从去年11月以来连续第七个蓝灯，显示台湾经济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困境。内需，特别是餐饮旅宿业哈，可以有效的支撑劳动市场，劳动面的表现是比较好的，但是外贸跟生产面就因为反映国际景气的比较低迷，所以像是外销订单跟实质半导体设备的进口是在下滑的。台湾财经官员分析，受到全球需求减缓影响，台湾对外经贸降温，但内需相对热络，呈现外冷内温的局面。其中零售和餐饮业仍持续成长，特定产业甚至出现缺工的情况。当地的果菜市场开出一个月8万块台币的工资，依然找不到人。之前也有增啊，但是他们有的是时间上的问题，有的是大部分是能力的问题。上礼拜还有3-4个人呢，来试做的啊。可是现在试做，说真的啊，看个2-3天就知道行不行了。台湾劳动市场出现分化，高薪但需付出高劳力、长时间的工作乏人问津。部分年轻人宁愿牺牲收入，只想做较为轻松的工作，或是短时间的兼职。台湾经济部门乐观预估，全球景气有望在下半年逐季回升，台湾的整体经济也会跟着水涨船高。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在第六任香港特区政府团队上任1周年之际，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凤凰卫视访问，谈到香港在这一年加大海外推广的成效。他表示，除了宣传香港的传统固有优势之外，也应该让外界了解香港的新优势以及香港作为大湾区窗口的角色。李家超将当下的香港比作一艘更加有动力的船，他也欢迎更多企业和人才加入到这艘名为特快号的船中。上任满周年，这一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带领团队出访频密，当中带领经贸代表团出访中东，增强香港和其他经济体的交流合作。李家超在接受凤凰卫视访问时表示，目前香港与内地全面通关以及与世界全面接轨后，特区政府要争取更多机会为香港发展加强动能。在对外推广成效方面，李家超强调，除了宣传香港的传统固有优势之外，还应重点推广香港的新优势，以及香港在海外企业进入大湾区及其他内地市场中所扮演的桥梁重要角色。例如，我哋最近推出一个人民币同埋港币双货币嘅柜台去买卖我哋一啲股票，咁呢啲股票咧都系一啲内地好成功嘅企业，好吸引人投资嘅。呢個係創新嘅，完全以前冇嘅。咁點解重要呢？就係睇到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佢喺發揮貨幣流通
喺發揮投資可能性，去幫助不同企業去發展融合，爭取機遇，嗰個潛力係大到佢哋應該覺得係難以想像。在通关之后，李家超率团出访中东，也访问了内地不同的地方。被问到下半年外访计划，李家超透露很快将出访东盟的多个成员国，以为香港开拓更多发展机遇。咁所以我觉得其中一个就是令到多啲人知道香港的机遇，咁啊吸引人才，吸引企业，而且咧系亦都吸引资金。我亦都会好快咧就去东盟嘅另外一啲国家嘅。咁個目的就好似剛才你講咧，就盡量咧就增加香港嘅發展機遇，令到更多人明白香港係一個佢哋好值得喺呢度發展投資甚至落地嘅一個地方。李家超認為香港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團結，他將目前的香港比喻為一艘更加有動力的船，他也歡迎更多企業及人才加入到這艘名為特快號的船中。鳳凰衛視香港報導。适逢香港回归祖国26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公营机构带头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活动，和市民同城共庆。那7月1号，市民可以免费搭乘部分的公共交通工具，特区政府辖下的多项康乐设施场地也是免费开放，商场和餐饮也推出了多项优惠活动。到底都有哪些节日福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6周年，即香港特区成立26周年，香港各区布置了庆回归装置。维多利亚公园大街小巷的红旗飘扬，随着七一将至，全港各区节庆气氛日渐浓厚。港府公营机构也带头推出了多项优惠活动，与市民举城共庆。筹备多年、港人翘首以待的港车北上正式展开，已获批的香港私家车主于7月1号零时起可驾车京港珠澳大桥往来珠海及香港。广东省公安厅预料，约45万名香港私家车车主受惠。高铁7月1号起新增成都东线，当中包括了3个新站点：成都东至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初期每日开行一对，全程约10个小时；连同现有的站点，由香港乘高铁出发，可直达69个内地站点。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6周年，7月1号，市民可以免费搭乘部分公共交通工具，或享用交通优惠。如有渡轮、港铁巴士、电车等，其中往来尖沙咀及湾仔的天星小轮，往来中环及红磡的富裕小轮，往来尖东、湾仔、中环和西九龙的水上的士循环线当日免费，而电车则于1号起连续5日全民免费。酒吧公司则在7、8月的其中10天举行小童免费乘车日。港铁更于7月1号当天通过手机应用程式推出抽奖，送出7.1万张免费本地车程票，以及26张全年免费车票。当天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全日免费，而特区政府辖下多项设施场地在7月1号免费开放，市民可免费预约参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及西九文化区 M 加展览、科学馆、太空馆、湿地公园等。康文署则免费开放康乐文化设施，如公共泳池等。至于商场和餐饮业界，则推出了多项优惠活动。七一当天有超过1000间餐厅14为指定的餐饮提供7一折优惠，由7个饮食业协会共同举办。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指出，餐厅参与的情况踊跃，估计生意额有望约2成增长。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中国互联网旅游服务企业携程宣布计划投入10亿元来推出大型的生育补贴政策，预计将会有超过20000名全球员工受益。不过凤凰网进行的网上民调初步结果显示，有大约40%受访者认为激励措施只是杯水车薪，不为所动。携程集团周五公布，针对全球员工推出名为“成二代成长礼金”的生育补贴政策。从7月1号开始，入职满3年的员工，不论性别，每新生育一个孩子将获得每年10000元的现金补贴，发放至孩子满5周岁后终止。经初步测算，携程计划未来在项目上的投入达到10亿元，将有超过20000名携程员工因此获益。不过，凤凰网进行的网上民调显示，近40%的受访者认为生一个孩子给50000元的刺激措施作用有限，认为可以有效刺激生育的则有接近30%。另外，有半数人认为生一个孩子给50000只是杯水车薪，不为所动，认为有诚意会考虑的有超过20%，而有些心动的回应者则超过10%。2021年7月，国务院正式出台三孩生育政策，随后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快手、物业企业绿城服务、
农业科技企业大北农集团、公用事业企业乔银股份也先后推出福利政策鼓励生育。而今年以来，随着房地产市场持续遇冷，多地针对多孩家庭也出台了包括放宽购房要求等支持措施。近三个月里，已经有上海、深圳、广州三个大型城市，以及南阳、扬州、连云港等多个二三线城市也陆续公布了支持多孩家庭购房置业的政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法国，因为一名17岁的北非裔少年被警方枪杀所引发的骚乱，29号继续在多地上演。根据法国政府统计，仅29号一晚，全国就有667名抗议者被警方逮捕，而目前一共有大约4万名警察正在法国各地维持秩序，警力规模是28号的4倍还多。在枪杀案发生地巴黎西郊的南泰尔区，抗议者29号晚继续在街道上大肆纵火，并不断向夜空发射烟花弹，现场爆炸声隆隆，火光冲天，多辆汽车被烧到只剩骨架。警方则在防爆车的掩护下谨慎逼近骚乱现场，并与抗议人群展开对峙。另有目击者在网上发布视频称，大批抗议者当晚在巴黎的一家体育用品专卖店门前聚集，试图破门而入，对店铺进行洗劫。而巴黎的一处建筑工地当晚也发生大火，熊熊烈火将整个工地吞噬，黑烟滚滚直冲天际。此外，马赛、里昂等多个法国城市当晚也有骚乱发生。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表示，29号一晚，法国各地共有667名抗议者被警方逮捕。目前，全国共有4万名警察在街头处置骚乱，警力规模是28号的4倍有余，其中有约5000名警察被部署在巴黎。而法国警方枪杀北非裔少年事件，29号也在邻国比利时引发抗议活动。首都布鲁塞尔警方称，当天共有10多名抗议者在与警方的冲突中被逮捕。27号，17岁北非少年纳赫尔在巴黎南泰尔区驾车途中被警方截停，之后纳赫尔无视警方指示，企图驾车离去，被其中一名警察开枪打死。涉事警察已因涉嫌故意杀人被逮捕。检方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警察开枪时并不满足合法使用武器的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一名比利时的女游客近日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自驾游的时候失踪，当地警方29号公布了事发地区的航拍画面。警方表示，女游客克莱默是在塔斯马尼亚州西北部靠近哲学家瀑布的丛林地区失踪。当地媒体报道称，克莱默的汽车从6月20号起就一直停放在瀑布附近地区，而他最后一次出现是在6月17号，地点在瀑布附近的沃勒塔镇。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将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